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第四面啊，第四面。第七行，就是第二个段落，我们还从头念起，王氏慧经，虽大有功于净宗，但所会之本，颇多传悟，百鬼之侠，贤者悉之。莲池大师为其超前著后，去取未尽。彭绍升居士持之为凌乱拐喘，不合原旨。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前面呢介绍《无量寿经》呢。现前流通的各种版本，除了五种原译本之外，还有四个本子，有三个是汇集本，有一个是借本。这个地方都顺便呢，在这里做个介绍啊。王氏王龙书。就是王日修，这是最早汇集无量寿经的，可见的很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，版本太多，而内容差别很大，如果说是五种版本都读，确实是很麻烦。那么多一种，其余四种没看到，四种里面很多的经文，这个本子里没有，那就很遗憾。所以这个本子，很少流通啊，这是重要的因素，王龙书居士是宋朝时候的人，前面介绍过，他的著作很丰富，念佛真有功夫，往生的时候是站着走的，他的净土文非常好。也可以把它当作过文来读。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过莲池大师的诸常随笔，偶一大师的临风宗论，王龙书居士的这个净土文呢也非常好，文字非常好。都是净宗大德的好文章，这个我们学文言文呢，把它当作国文本子来读很好。那么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，流通很广。你看这个日本的大正藏，乾隆时候编的龙藏。都收在藏经里面，能收在藏经，就是得到当代大德的肯定，可是他还是有错误，传悟就是错误，还有一些错误，百鬼之侠，贤者悉之，
这两句是惋惜的话，啊，又可惜，啊，做得不够圆满，啊，他有欠缺，啊，那莲池大师也非常佩服他，啊，莲池大师的疏钞《弥陀经》疏钞，那是很大部头的一个著作，里面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，一半以上啊都是引用龙树居士的汇集文啊。那么对这个本子也是肯定，啊，当然他不能够尽善尽美，所以莲池大师有一批评，称他这个本子超前着后，去取未尽，啊，这两句话后头有解释，啊，这个彭绍生啊，那么他有这个戒本啊，他不是汇集的啊，他只取康僧铠的本子啊，康僧铠的本子读起来也不容易啊，他把它重新整理编一个新的本子啊，里面深思艰难地方他把它删掉啊，所以这个本子读起来就很流畅啊，那也算是个好本子，但它不能算汇集本，它算是戒本啊。他对于龙树居士这个汇集本呢也有批评，说他凌乱拐传啊，不合原旨啊，也是说他不完美的啊，不能说他没有功劳啊，确实是功劳也不能够磨灭的啊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本子啊，这很可惜的这么一桩事情啊。下面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他提出的解释，紧笔者啊，这是著笔写这个注解的人，就是黄念祖老居士。良辰古德著说啊，这是我们用现在话就是根据古大德他们的讲法啊，切记往事之事，这个切记就是我私下的相比啊，我私自的想法啊，这个龙树居士汇集至少有三点啊，他这个失误的地方。第一个呢，王氏汇集仅具四种，未及唐矣。唐以名无量寿如来会，出自大宝积经，乃菩提留智大师所以，多奥妙精要之文为他以所，这个他以就其他四种原译本里都没有的啊，确实啊，这在大宝积经里面的如来会啊，那个这个本子呢，龙树居士一生没见过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古时候经书啊得到不容易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经书都还是手抄本，所以古传的这经书里面有错字，这个是难免的啊。一部经那么大的分量，
难免会抄漏掉一个字，抄错了一个字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免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本子就像黄念祖老居士所说的，有许多奥妙精要的文字啊，是他所看到四种本子里所没有的，那么当然这就漏掉了啊。这是第一个，这个不圆满的地方啊，是他没有看到五种原译本的第一个。那第二呢，啊，去取未尽，这是莲池大师的批评啊，是他老人家去取未尽，这讲去繁遗要，改深为浅，他犯这个毛病啊，凡的东西应当把它精简，啊，他还是照抄，啊，重要的东西漏掉了，疏忽漏掉了，啊，这举出例子出来说这个话了，不是随便说的，例如莲池大师所赞。如三辈往生这一段经文里头，为借阅发菩提心，为是康僧铠啊，康僧铠的本子里头三辈都有发菩提心啊，可是王龙书的汇集本里头只有中辈有发菩提心，下辈的是不发啊，没有发菩提心，上辈没说啊，没有提，这高下十次，故云未尽，这就去取未尽。那你说的话有根据的啊，他说由上列可见啊，上尽不言，这个上是上辈往生。没有设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多重要啊，这是遗要，把重要的遗漏了啊。下辈的时候也是讲发菩提心啊，他说不发啊，下辈可以不发菩提心，改深为浅啊，这是莲池大师跟彭居士责备他的地方啊，这真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那么第三呢啊，率意正文，言若自助啊。那率意是随意增加文字啊，就好像是自己著作的一样，这个不可以。翻经可以啊，你把从梵文翻译成中文，这个可以啊，是你自己斟酌用什么文字。汇集不可以啊，汇集一定要用他的原文，不能改变人家的文字啊，这个是印光大师非常重视的啊，因为随便改动文字啊，我认为用这个文字好我来改，你认为那个文字好你来改，那改来改去到以后这个佛经就没法子看了啊，所以要尊重啊这个翻译，决定不能改变，纵然认为有问题，可以把它注在旁边，不能改太迟。
这是规矩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疏忽了。故莲池大师则曰啊，则被他超前着后，未顺依法啊，这下面说明了，盖这其超淫经文于前，这超前啊，佛又呢自著文句于后，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啊放在这个后面的时候，也就好像翻译一样，这错了啊。后面如果说有意这个见解的话，说可以用小字注在旁边，决定不能呢跟经文混合在一起啊，这是很大的一个忌讳啊，这叫超前着后啊，未顺依法，已经它有已经的规矩啊，这是违背了已经的规矩啊，那它也不是翻译，它是汇集嘛啊，所以底下讲的盖是汇集必须依据原经，万万不可于原以外擅增文句啊。这个龙树居士就是犯了这个规矩啊，你是汇集，你不是翻译，你是翻译可以，你自己斟酌用什么样的字，用什么样的词来翻这个，翻这个梵文的意思，这可以的。可是汇集不行，因为你不是依据梵文原本啊，你是用的译本，人家已经译成中文了啊，你一定要尊重，要以原经，不能改动一个字啊，这是汇集的一个规矩啊。所以龙树居士有改动，改得好不好呢？改得真好，改得真好，但是你破坏规矩了啊，这个不许可的啊，你不能破坏规矩啊，不能开这个例子啊，你可以改，别人也可以改啊，你没有问题啊，啊，你在这个佛经上的修养达到这个标准啊，修持功夫啊，境界也达到了啊，你改的是不错，可是这个例子一开，以后人怎么办？以后人没你这个程度啊，他也改了。哎，莲池这个王龙树就是都可以改啊，我怎么不能改啊？啊，那这个例子一开，往后弊端就出来了。啊，实在讲，王龙树有这个问题，魏默生也有这个问题。啊，那我们细细看他改的好吧，改的真好。啊，可是你要想到后遗症呢，那就可怕了。啊，这个例子就是开不得啊，不是说他改得不好，例子不能开啊。那要怎样两全其美呢？刚才讲了，用小字注在旁边可以啊，这就能尽全尽这个尽善尽美了啊。所以这是故则王氏未顺依法，那么由上可见王氏之时啊，他所以失误的地方啊，他这个汇集本失误的地方，非是不应汇集，而在于汇本呢之多词也，就是瑕疵啊，
有好几个相似，所以它不能称为尽善尽美。那么这都属于常识，很重要的常识。我们要学佛，必须要尊重经典，经典的原文不能随便更改。古大德的注解也不能随便，这个增生文字的古德能注这部经，能流传到今天，总有几百年了。这几百年当中，读这个本子的人很多。你看看，古人都能够尊重，我们怎么可以随意来改动他的文字呢？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。我们有意见，可以加注在旁边。这是许可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，彭绍升居士，汉语亡本之时，这叫很遗憾的，感觉到亡本是很好的本子，非常可惜，就是有这一点瑕疵，不完美。乃取未一本而删戒之，他这取一本，他这个不算是，不算汇集，只取曹魏康僧铠的本子。三国时代，曹操当权了，这曹魏呀，康僧铠是那个时代的人。所以三国时代佛法已经相当深了。魏蜀吴都有。这些地方都有佛教的这些道场。那么这是无量寿经第七种本子。前面讲王龙书的是第六种。这个前五种是原译本。第六种是个汇集本，王龙书的。这个彭绍升的呢，这是第七种，第七种是戒本，也有流通，人家也喜欢读，但仅为魏译一种之戒本，而非注译之汇本，这个戒本呢，在现代这个时代。现代是什么呢？叫知识爆炸了。你看这个书的数量比从前多多少？从前出一本书真不容易。现在尤其电脑发达了。出版一本书就轻而易举啊。我们到书店里面也看呢。在从前进到书店磁场都非常好，进到图书馆，进到书店磁场特别好，现在不行。现在我偶尔到书店去找几本书的，一进入书店磁场非常不好。这什么原因？正论没有了，都邪知邪见。所以这是给我们非常大的、非常明显的感觉。我在年轻时候常常逛书店的。确实。至少古人的东西，这些典籍至少会有一半。对，一半经，一半古人。
现在古人少了，我们到书店看一个小旧楼，其他都是现代人的。啊，所以磁场很不好。找一个清净的这个舒适的这个磁场，几乎我们现在就找不到了。这是什么原因？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。谁把磁场破坏了？科技啊，这些科学技术新开发的这些东西，啊，把整个地球的磁场破坏了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我们的生活。啊，一般人所吃的，真的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，饮苦是毒，吃的都是毒啊！啊，这些动物的肉。要是跟60年前啊，不说远，60年前做个比较，啊，70、80岁的人应该能够回忆到，你在童年所吃的这些肉，跟现在吃的肉味道一样不一样？我曾经问过我的师母。方东梅先生的夫人啊，我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你们吃的猪肉、鸡肉啊，跟你这个童年时候、少年时代的时候，味道一样不一样？他想了30-40分钟，告诉我不一样。啊，那我们吃素菜的人，我们细心去想想，我们现在吃的菜，平常吃的菜，啊，白菜也好，苋菜也好，啊，萝卜也好，啊，特别是菇类，啊，跟60年前的一样不一样？大不一样。60年前那个冬菇的味多鲜呢、啊，多美呀、啊！现在没味道，看到很大，样子很好看，啊，不是味道啊！啊，蔬菜也没有从前那么样的鲜美，都没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农药、化肥呀、啊，把它破坏了。所以现在的土壤有毒啊，你种植东西也都有毒了，是不是是毒吗？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所以人活在这个世间，越活越没味道啊。生活越来越苦，啊！现在科学讲了，基因把基因全破坏了，啊，这就是破坏大自然的环境，啊，破坏我们的生活。
我们再往下看，于是晚清魏承观字默生居士啊，我们常常都称魏默生，或者称魏源。啊，魏居士，他是清朝时候人，称晚清。咸丰年间的人。啊，我们知道啊，慈禧太后啊，慈禧太后就是咸丰皇帝的妃子。啊，为救龙树之时，取五种原意，另行汇集，别成一书。初任命无量寿经，后经正定王根新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。啊，这个本子现在没流通的了，啊，大藏经里头有。这是无量寿经第八种的本子，啊，第八种的本子。说魏本文字简洁精当，远超王本，啊，会的不错。啊，比王龙书是有进步，啊，但率自正文之病，未能尽免，故魏本呢也未尽善也。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都有批评。啊，随着自己的意思。把经文的文字改动了，啊，这一段事情，早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提出过这个问题，啊，他改的好不好呢？改的真好。啊，也就是这个例子开了，你看王龙书开的这个例子，魏默生呢又圆这个例子，这个太可怕了。啊，怕的是造成以后这些没有这样程度的人，没有这个境界的人随意来改经，这问题就严重。啊，戒本我们刚才讲了，对于现代这个社会很有需要，因为现在社会人喜欢简单，你这一本经书这么大的分量你不愿意看了，啊，也没有时间去看了，啊，越简单越好，人越欢喜，啊，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啊，所以我也编了戒本啊，我编的是十三业道有个戒本啊，这个弟子规我也编了个戒本啊，你看十三业道经我这个戒本呢大概只有600字的样子，方便呢，大家读起来喜欢呢，便于流通。啊，我还有一个戒本，那是戒的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讲义》。啊，我是讲义的戒本，
那个讲义的分量很大。啊，我把它重要的，啊，一条一条的揭露出来。我曾经讲过一遍，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我讲的好像《金刚经》的启示，啊，就是用这个戒本讲的，啊，这个戒本也流通了。对于初学的人来说呢，很方便。啊，你要深入嘛，你就看原本。啊，这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有这个需要的。那么下面呢，这说到我们这个汇集本了。啊。给我们介绍的是下莲居居士汇集这个本子的因缘啊。先是下莲居老居士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啊，已经过世了，往生了，在陈仙寺啊，下莲居老居士。先对老居士的德行做个简略的介绍，悲之爽运呐！啊，他有真的慈悲心呐，他有智慧呀！啊，爽就是指慈悲跟智慧。自心化他啊，运是运作，就是自心化他，这相当不容易啊。有些人有慈悲没有智慧，有智慧没有慈悲，不肯教人啊，那都不完备也。啊，有智慧又肯教人，菩萨了。宗社俱通，宗是禅宗，社是教下。啊，我们中国大乘佛法讲的是宗门教下啊，所以佛教本身称宗教啊，跟我们现在讲的宗教不相关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佛法自称为宗教，这个宗就是禅宗啊，叫宗门。禅宗之外呀，其他的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教学的方式不一样啊。禅宗是悟后起修，没开悟的时候不看经教的，不看经典的啊，开悟之后再看经典啊。那么教下呢，这先从经典下手，到最后啊开悟了，所以这是两个路子啊。所以禅宗对什么样的根性呢？上上根人啊，那是他的对象，普通人做不到啊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晓得，普通人做不到啊。所以不是上上根人，你要去参禅，参一辈子叫白参了，你不会开悟。你要是不能开悟，你的生死就不能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搞轮回啊。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
三个老师都警告我不能学禅宗啊，决定不能去学六祖坛经，不能学慧能啊，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没有那个条件。啊，方老师介绍我法相为师，介绍我大方光佛华严。啊，李老师介绍我净土。啊，介绍我大佛顶首楞严。叫下了。啊，叫下对象是上中下三根。啊，从经典下手，按部就班，就好像读书一样。啊，你得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慢慢向上提升。而禅宗呢，禅宗是天才儿童，他不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不要，他一下就可以上研究所，他有这个本事啊，所以没有这个本事可不能碰他啊，那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学习的啊，所以在佛法里头，一个禅一个密啊，密比禅还要好一点啊，只是确确实实禅宗不是上上根人的不得利益啊，密也是这样的啊，但是密还有次第先学显教，显教有一定的程度，显教就是教下啊，有一定的程度才参加考试啊，也就是显教里头没有到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见性了，比大彻大悟低一阶了，应该就是大悟，有小悟有大悟。换一句话说，清净心得到了。大彻大悟啊，用我们这个经体上标准，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是禅宗的条件，宗门的条件，在教下里面，你得清净心了，给诸位说得清净心。见思烦恼放下了，执着没有了啊，当然智慧开了啊，清净心生智慧嘛，这叫开悟了啊，这还不是大悟，但是如果真的得清净心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可不可以修密呢？可以。啊，但是还不是密宗正式的学生。密宗正式的学生还要向上提一层，大悟，不是彻悟，大悟。啊，大悟说还要把尘沙烦恼放下，就是你能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，这是密宗正科生了，你才有资格学习啊。
不那么容易啊。啊，他大悟了，他还没有彻悟，为什么呢？他还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没破。啊，我们选择法门，自己要清楚，自己是什么根性啊？选错了就，那你就是药吃错了，啊，得病把药吃错了，不但治不好病啊，可能病上再加病。啊，你说多麻烦。啊，佛法是药，八万四千法门就好像到药铺里看林林总总那么多药，你能吃吗？你敢吃吗？我们知道没有医生处方不敢吃啊，会怕吃坏了啊。那佛法你随便修你就不怕吗？所以大乘经里头华严里头就讲啊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啊，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就好像是大夫啊，好像是护理人员，他们懂得啊。我们想学佛的找这些人啊，他看看我们什么样的根性，给我们介绍啊哪些经典，这是必要的啊，不能随便自己去摸索。啊，所以学佛，你看，老师决定你这一生修学成败的关键。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，真的好老师，你就占很大的便宜了，是不走弯路了。哎，自己有病找到好医生。啊，医生给你一看，这给你开方子，你吃了这个药，病就好了。啊，所以佛门的善友难遇。啊，我们到哪里去求？不，现在也没人求了，为什么？连父母都不孝都不要了，哪里还谈得上尊重老师呢？啊，佛法是圣贤教育，是大圣大贤的教育。你要不懂得尊师重道，你到哪里去？没地方求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佛门常讲佛度有缘人，谁是有缘人？给诸位说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这个人有缘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尊长，不重视圣道，没缘呐。遇到真正善知识也没用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吸收，你看经看不懂，你会把意思看歪了啊！自己想的什么意思，你听经也听不懂啊，所以开经记说得好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。你没有尊敬的心，没有那个沉静的心啊，你听把意思听扭了啊，用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那种不正之见呢，你来解释佛经，把经全解错了。啊，学了几十年，最后说佛经不灵，还得回谤他。
啊，所以真正善知识，啊，他一生唯一的一个希望，找传人，啊，老师把佛法传给我了，我要传给什么人？如果没有传人，那你就得写书。那我把我所学的所悟的写在书本上，书本流传给后世，啊，到后世去找有缘人，不容易啊，太难了。李老师告诉我，学生找老师难，老师找一个传法的学生更难，到哪里去找？啊，李老师学生不能说不多，太多了。啊，最保守的估计超过50万人，这里头几个人能传他的法的呢？往生的有，往生的倒不少，啊，念佛往生，真正传法的少了。很不容易 啊，真正传法人就是印光大师所讲的条件啊，你对老师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，十分诚敬你就得十分利益，没有诚敬你在那里听100年也得不到利益，关键在此地。啊，沉浸怎么来的？沉浸是信德。啊，是从孝养父母那里来的。啊，把对孝养父母的心对待老师，这就是尊师重道。啊，如果对父母都不孝顺，那就完了。这一生学佛有一个好处，阿赖耶里面种了佛法的种子。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。那我们听了这个话了，很恐怖啊。那不能成就怎么办呢？哎，好在净宗法门里面有特别的缘分，你要真正能学会忏除业障，还有一口气，到最后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这是净宗的殊胜呐！啊，所以我们在台中连续看那些莲友啊，往生的真不少啊！啊，最保守的估计，李老师在台中讲经教学38年，啊，念佛跟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真往生的，我的估计应该有500人以上。这个功德殊胜呢，真难得。啊，那不错。啊，所以佛法是师道，师道一定是以孝道为基础。你看净业三福跟我们讲的多清楚。啊，第一条，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；第二句，
奉祀师长，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入佛门基本条件。你要把这四句做到啊，啊，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佛经典里，你能信，能解，这就是你的善根。你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是福德。你能行能正，往生就是正果。无论三杯九品，啊，皆是事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你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。为什么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圆成佛道啊！啊，我们业障重啊，怎么铲除啊？铲除就是改过。啊，经典是是非善恶的标准。啊，从哪里学起？就是佛世尊教导我们的，从十善业道做起。十善业道经，偶业大师有个戒本，比我的戒本长。啊，要用它来改过自新呢，很实用。啊，实际上，我们这些年来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，有没有根据？是不是胡造谣言？有根据。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净业三福第一条。啊，孝养父母怎么一个做法？奉师师长怎样做法？我们落实弟子规。弟子规里面113章4就是孝亲尊师。从净业三福来的 啊，慈心不杀，我们就落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，讲因果教育 啊，末后一句修十善业，所以我们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，是依据净业三福第一条。你先落实三个根呐，然后你才能入佛门啊，你才真正能够接受三归五戒啊。第二条是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，不善不犯威仪。哦，这一条里头了不起啊！啊，具足众戒，具足是一条不缺。啊，那在小乘有多少条啊？3000为1，3000条啊！大乘有多少条啊？84000为1。菩萨了尽善尽美呀。
啊，他这么多条从哪来的？给诸位说，就是从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展开来的。啊，菩萨八万四千为一归纳，就这三样，展开就那么多。我这次在澳洲访问了犹太教，啊，犹太教的长老告诉我，他们的戒律有600条，我听了很欢喜，我也请他介绍给我，啊，邀请他们到我们学院来开这门课，啊，我们来学习。生活规范了，啊，所以夏老，宗书俱通，宗门教下了，都通啊，个通字可不容易。前面悲之双运是说他的德行，宗说俱通是讲他的学问，圆融显密禅静于一心，这是讲他的功夫，讲他的境界啊，显教密教禅宗净土这四个字，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都包括尽了，一样都不漏啊。啊，圆融在一心。啊，虽然如是如是，哎，他老人家专弘持名念佛，舍万德。这是说他发大菩提心呢，普度一切众生呐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用净土，用净土里面。持名念佛的方法啊，这个方法从哪来的？无量寿经上的，弥陀经上的啊，16观呢，第16这一关里头的第16关就是持名念佛啊，其他的他有讲摄相念佛、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啊，到最后讲持名念佛，持名就近方便呢、啊这个是夏老居士慈悲到基础啊，啊，他用这个法门是万德啊，万德是如来果地上的啊，称心的智慧德相，为弘净宗，故愿此净宗第一之境破尘生光。破尘生光是比喻。啊，所以希望净宗第一境一定要有善本，有一个标准的本子啊，那就是再会集
啊，前面两次的会集有瑕疵，啊，有错误，啊，虽然好，不圆满，这是个遗憾，啊，他老人家发现，啊，重新呢再会集。啊，所以即此无上之典呢，饶益当来。当来还有九千年末法了，末法一万年呢。啊，佛的法运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很多人讲世界末日，佛法没这个说法。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。我这些年呢，年岁大了，记忆力不太好了。以前我记得很清楚，这你们年轻人去查查看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记载的。啊，在这个古人，著述里头都能查得到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，我记得好像是3030多年，啊，30几年，你们去查查看。虚云老和尚年谱里头有，啊，这个是3030多年，那佛的法运正法。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这就2000年，后面末法10000年，10000年才过了1030几年，所以后头还长了。啊，哪里是末日呢？啊，在末法时期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佛法有兴有衰。这是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啊，他给我讲，现在这个佛法已经衰到基础了，但是不要怕，会兴起来，啊，他会再兴起来的，他有起有伏，啊，他不会灭的，到什么时候会灭呢？9000年之后。法真的就灭了，啊，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，啊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，啊，不狂语者，我们得相信他，啊，所以夏老希望这一部经。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完善的标准本，这个本子饶益当来，啊，后面还有9000年呢。哪一个法门，哪一部经典最契机呢？应当就是这部经。啊，这部经里面字字句句是佛说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原译是从梵文也翻译的，啊，那么梵文本字当中有这个很多这个不同，这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不是一次宣讲的，多次宣讲，从5种译本里面来看。至少是3次宣讲，那我们遗失了，啊，失传了有7种本子，这没看到。如果那7种本子在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有不相同的地方？你就能找出这三次以上啊，讲这个经啊。啊，这是世尊无尽的慈悲，我们。明了才会生感恩的心。
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法门，就不能得度，肯定的。啊，我们能够升天，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出六道轮回很难呐、啊，那个见思烦恼断不容易啊。啊，不断见思，你就出不了轮回。啊，升天，哪一个没有升过天呢？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众生，你问问哪一个没有升过天？过去都在天上住过，天父享尽了，业障现前又下来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那上上下下的啊，在六道里头啊，哪一个人没有堕过地狱呢？有啊，我们学佛同修当中有啊。啊，怎么知道的？催眠知道的。啊，催眠师在深度催眠之下问他，你在哪里啊？他在地狱。地狱状况下苦得不得了啊，在地狱受苦。他去过地狱，他也上过天堂。真的，六道里头哪一道他都经历过，所以不稀奇。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知道人有没有死，没有死，在六道里头搞轮回。啊，生死，肉身，肉身就生灭了，这是个正常现象啊。灵魂不灭，啊，跟诸位说，灵魂是迷，迷的时候叫灵魂，觉悟了，觉悟不叫灵魂，叫灵性，灵性不灭。出不了六道叫灵魂，超越六道啊就叫灵性了。啊，那什么人呢？阿罗汉以上。你只要一出六道轮回，那就是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成灵性了，他不迷了，所以阿罗汉得了证据。啊，你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这是我们学佛共同的、唯一的一个目标。啊，学佛想得到什么，就得这个。翻成中国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阿罗汉所得到的正觉。菩萨所得到的比他高了，正等正觉。啊，佛所得到的价格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他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啊，我们通常也称他为一真法界。啊，菩萨还住在十法界，啊，四圣法界。这是为我们说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，九千年之后，这个世间没佛法了，那就真苦了。啊，菩萨，佛菩萨不舍苦难众生。到那个时候，虽然佛菩萨不现的，有一个代理的人，
再过向诸位都知道，地藏王菩萨啊，他代佛度化众生啊，代理佛，一直到下面一尊佛出世，下面一尊佛是弥勒菩萨啊。现在有很多谣言说弥勒菩萨已经下来了，给诸位说这是假的啊，这个不能相信。啊，弥勒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这是常事，一点不稀奇。啊，我们中国佛门里面的一些传记啊，记载的很清楚的，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的。宋朝时候啊，我们现在供养的这布袋和尚的像啊，就是弥勒菩萨化身啊。我们看西藏的这个弥勒菩萨，看南传的弥勒菩萨，那个样子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瘦瘦的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中国视线的这个就是用弥勒菩萨啊，用这个布袋和尚啊，都用他这个造像啊。那另外记载叫富大师，唐朝时候居士神，是弥勒菩萨再来啊。佛菩萨常常到世间来应化了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。说是弥勒菩萨掌天盘了，弥勒菩萨了又到人间来做佛了，这是假的啊。弥勒菩萨是要到人间来做佛，什么时候来呢？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56亿7000万年之后，这个当中都没有佛出世啊，地藏菩萨代表啊。我们一定要根据经典所记载的啊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佛法还有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法门在末法时期逐渐逐渐的它会变成主流。为什么呢？其他法门呢虽然好，没有这个根性，你依照它去修学非常困难啊，很难成就啊。经宗变成主流，那主流要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典籍啊，让我们做依靠的，那真的是很遗憾啊。这才感得啊，也就是说末法9000年修行人有这个需要，这个需要就是感，佛菩萨就有印了。这个印就是下莲居居士出现的时间啊，众生有感了，他来应化。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事情？就干这种事情。我们很清楚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向他请教。我说夏老究竟是什么人再来的？他笑笑。现在还保密，现在不能说啊，不能说。现在他也走了，我就问不到人了啊，肯定不是凡人。你想想看，王龙书是凡人吗？魏默生是凡人吗？
凡人做不出来呀。那夏莲老会成这样一个完圆满的本子啊，那我们猜想当中，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呀。才有智慧，才有德能做这桩大事情。这个也就像李老师常常对我们说的，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。理上能讲得通，饶益当来，乃集前贤重新汇集。前贤就是前面三位，实际上是两位，王龙书跟魏墨生。来做第三次的汇集。这是第九种的本子。下面一段是说明重新汇集的心态，与经过，他用什么样的心态？平齐万缘。我们一般讲万缘放下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眼观三载，闭观。三年的时间，用这个方式，放下一切的干扰，一个人的，因为他后头有一句话说：“明心故矣。”这是说一个人，没有同伴。净坛结界，这是他的真诚。来做这个汇集的工作。三年，这个稿底稿完成了。完成之后，稿金十亿，十次的修订，方清精诚，这个金才成就。不是三年他成就，三年成就第一个稿本，十年成功的这个本子。你看他多认真，这是跟我们表法了。这个表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十分沉静，他就得十分利益，这个静圆满功德了，一丝毫不能够轻慢。用轻慢的心的时候，你决定做不成功，你决定有瑕疵。夏老汇集这样的真诚，我们今天受持也要用夏老这种真诚心来受持，才得利益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真诚心，
经本摆在你面前，天天读诵，不得离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心浮气躁？啊，心里头还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个五毒，学佛这么多年有没有减轻几分呢？没有。跟没学佛一样，哎，算不错了。最怕的是什么？跟着自己年龄的时候，年年在成长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你的烦恼习气越来越重啊。啊，如果是这种状况，那自己就要清楚，不免轮回。啊，轮回往哪里去呢？我来生还能不能得人身呢？那就得问你，你十善业修得怎么样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中平十善得人身，来生还得人身。啊，你自己想想，你的十善业道，啊，凭你的良心跟自己打分数，能不能打个七八十分？能打七八十分呢，你来生不是人身。如果说我只有五十分考不入，你堕落的这个机缘非常多。你能够打个满分，欲界天啊，大多数人到哪去了？到忉利天去了。啊，忉利天要满分。啊，十善业如何落实？弟子规，弟子规就是十善业的初步落实。啊，弟子规上113桩事你做到了没有？你从这个地方就一想啊，就害怕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不能往生，还继续搞轮回，善恶道的机缘太多了，三善道的缘很薄，这怎么办？啊，害不害怕？害怕。能不能改？还是不能改。害怕也没用处。啊，我们跟宋朝荣科法师比较一下，差远了。啊，人家确实出家了，破戒了，啊，回犯了清规，自己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肯定堕地狱。他害怕，他知道地狱苦啊！问同参道友有没有方法救他？啊，同学们也不错，送他一本《往生传》，叫他自己去看。啊，他看了感动了，每一看一篇，痛哭流涕。啊，这个忏悔的心生出来了，啊，下了决心，
闭关念佛，三天三夜不眠不吃不休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诚啊，这个时候恐怕地狱苦啊，求救命啊，真干啊，啊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阿弥陀佛真慈悲啊，你真干他真照顾你啊，啊，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好好念佛啊，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。啊，盈科听了之后就求阿弥陀佛。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再活十年我自己经不起诱惑，我又不知道造了多少罪业。啊，我十年寿命不要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啊，阿弥陀佛通情达理啊，就跟他讲，好吧，三天之后我来见你。我知道高兴了。啊，他把房门打开跟大众讲，我念这三天呢，念阿弥陀佛把佛念来了，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接我往生。这个寺院的同参道友一个个都感到很诧异啊，反正三天时间不长嘛，看你三天之后能不能往生啊。可听他说话不像是骗人的，好像真有那么回事情啊。到第三天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往生啊，大众当然欢喜，好，都念佛给他回向。念佛不到一刻钟，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啊，我看到了，来接我了，就走了，真走了啊。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盈科法师给我们做的表法啊，就是真的怕地狱苦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当下就求往生啊，什么寿命多少不要了啊，在这个世间都是造业啊，只要我们自己放得下，平其万缘，真干啊。这三年前我们深圳有个居士，三十几岁年轻人，黄忠昌啊，听到往生传里面说的这些信息啊，念佛三年就能往生了，他闭关试试看三年能不能成就啊，在官房里头两年十个月，还有两个月期满，他就预知时至就往生了，也没生病啊，火化之后留下了舍利啊，现在供奉在深圳一个小道场里面。给我们做证明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
他这三年在官房里面，每一天就是念一遍无量寿经，其余的佛号不断。啊，我教他的方法是地贤法师教他那个徒弟勾漏匠的方法。念累了呢就休息，不分昼夜，醒过来继续就再念。真正做到啊，心无二念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他跟锅炉匠不一样的就是每一天念一遍无量寿经，就加了一部无量寿经。啊，佛号不间断，成功了。这往生难不难呢？不难了。问题就是肯不肯放下，关键就在此地。啊，平息万缘这一句是关键。啊，只要把这一句能做到就行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六句，一句四个字，六句介绍了下联句老句是汇集的心态，汇集的精力。啊，这个经定稿之后的第十遍定稿，首蒙宗教居彻之慧明老法师受持慧本，摄影与佛前为作证明。这是当时佛门的大德啊，慧明老和尚。这个本子里没有，我第一次印的本子前面有一张照片啊，是慧明老居士捧着这本经书在佛前照的一张照片，给他做证明。啊，这个照片很容易找到，啊，我们印的分量很多。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，即指专讲此经于济南，并亲为刻版。啊，刻版是将这一部经。章法结构提纲挈领的把它分出来，我们今天讲段落层次啊，清清楚楚地分出来。解释这部经，慈州老法师这个刻判，黄念祖居士送给我了啊，送给我不是原本，是影印本啊，送给我了，我保存在澳洲。那么从那个刻判呢来看，慈州法师当年在济南讲的不是现在这个本子，现在的本是第十次修订的定本啊，它应当是在这个之前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看这个本子，它分的章节，它叫品，佛家叫品啊，48品。慈州法师那个时候的本子是37品，
啊，全经分37品，啊，由此可知，不是最后这个本子。啊，所以我用他的科判做依据，做底本。啊，我也做了个科判，做得很详细。啊，就是这个定本，啊，48品这个本子。啊，我们有科会，流通很广。啊，我做成之后，我送了一本给赵朴素老居士，啊，赵老看到非常欢喜，啊，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就总是劝了，你看有慧集，啊，有黄念祖的注解，啊，我有讲记，有过去我讲了10遍，啊，有讲记，又有这样详细的科判。对，这部经典呢，样样俱全了，无限的欢喜啊！接着看，这先救父梅老居士啊，梅光系老居士啊，梅老居士是李炳南老师的老师啊，那我们得称师公了啊。这个李炳老的佛法是跟梅老居士学的啊，这有师生的关系啊。他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此经，称之为最善之本啊，跟其前面两种汇集本的比较，这个本子完善了啊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本子里头找不到瑕疵了啊。后佛于经序中赞曰啊，梅老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啊，为大众啊介绍这部经啊。这篇序文呢非常之好啊，里面有这么几句话：今当明求，坐然有据啊，经是精要，当是妥当，明是明白，确实确实的啊。叫你看了之后，字字句句都给予你肯定啊，你不会疑惑啊。坐然有据呢，这个据就是五种原译本，没有改动丝毫，连经题都没有改动啊。经题也是汇集的，到后面我们能看到说无一义不在原义之中，无一句啊溢出本经之外啊。这个就是前面两种汇集的毛病，这改正过来啊，确实随顺依法啊，自己没有用自己意思改动一个一个字啊。金色晨会，这是讲原译本里头的。见是
艰难，很难读的。啊，色是难懂，尘我们讲太深了，啊，灰也是不容易明了，这是原译本里都有。所以这个经为什么流通不广，这是翻译的时候用的一些文字啊，确实它的形容相当正确啊，艰涩成灰，我们看原译本你就看出来了啊，难懂啊。啊，那下老呢，食之爽朗，他把这些统统把它略掉了，这就是取舍，会计的时候取舍啊，凡是这种艰难晦涩的他都不要啊，他取的是就是很明爽，让你看得很舒服，像现在我们看这个本子你看多舒服啊，不觉得它深，也不觉得它难啊，意思都很明显啊，没有隐晦，这个难得啊。繁复冗慢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啰嗦啊，繁复重复，因为印度人喜欢重复，不像中国人，中国人喜欢简单明了啊，外国人欢喜冲突，欢喜重复，重复也有重复的好处啊，为什么呢，让你加深记忆，所以它也有它的好处啊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讲求简要暇明，言语文字都讲求这个原则，要简单啊，要扼要，还要明白啊，还要明了，简要详明啊，还要详细，还要明白啊，这要求这四个标准啊。所以这个读中国东西读多的时候，读佛经很难，你现在大藏经展开就像这里面提出这些艰涩成慧也，繁复勇慢呢，真的很多啊。那么他这个汇集本里是就是归于简洁啊，凌乱必称正言啊，他把它调整严肃了啊，确收习令圆满啊，这个地方欠缺的那个经历的意思补过来，心灵圆满，这工作不好做了，他老人家做了十年了不是粗心大意把它凑成的，十年了，天天在研究啊，天天在修订呢、啊必其有美皆弊，无地不收，虽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。这是没关系大师的对于这个汇集本的评语啊，他会得太好了啊，确确实实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。你看这本子多好啊！那么现在还有人对这本子有怀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业障啊！啊，它有障碍，
他有烦恼啊，他有习气。不了解，夏莲居老师的悲智宏愿，人家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呢？这一部经上花了10年的时间，就是为这桩事情来的，来做实现的。知道这个法门，这部经典是往后900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无数众生因这个法门得度的，就是标准的经本。他来为我们做这桩事情，多么的难得，多么的稀有。我们知道，那就知恩，知恩你才会报恩啊。我们用什么来报恩？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啊，到极乐世界就看到夏莲居了，就报他恩了。他就是接引我们去的。于是先师慧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，经是小腿，没有腿就会走这个意思就是讲传播得很快，实在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黄老居士告诉我，他说老师就是夏莲居老师跟他讲，他这个汇集本呢，将来从海外传到国内，他们当时的人啊都感觉到莫名其妙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到以后碰到我真的从海外传到国内，我们开头先是在海外弘扬的，只有2-3本传到台湾，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得到了，看到前面那么长的序文，没关系写的，他老师写的，所以非常认真的来学习，所以在台中开讲，讲这个本子，他有眉注，老人家在台中起讲这个本子，我还没学佛，等到以后我学了佛了，到台中，认识他了，他把这个本子给我，我一看到非常欢喜，真的，因为他住得很清楚，段落勾得很清楚，我就想讲，他就告诉我，时节因缘呢没成熟啊。这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故事明天留着我继续跟诸位说。重重难关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对这个本子大家不疑惑了。国家肯定了。在中国国家宗教也肯定了。现在没有人再讲这个话。真的成了经宗的定本。今天就学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